大家好，无涯仔怎么盯我们这看？这是怎样做到啊？接着我们来揭秘，开始动手起来。先来画出轮廓线。再来涂上无涯仔皮肤颜色。接着剪下来，再把这些组合一起。哈哈，无涯仔追踪眼终于完成，他左看右看，怎么盯着我们啊？